海军陆战队上士班长陈九元在东沙岛患急性胃溃疡，由海军总部以10余万元巨款包机接来台湾就医，各界人士不断前往慰问。陈战士对这次政府的得意深表感激。是国家花了这么多的钱医我治病，我很感谢了国家。以后现在等我病好以后，我全力贡献了国家，以祖国辉煌建设奋斗的。各级海军长官也纷纷到医院探病，他在海军医院的细心诊疗下病况日有起色。我们谨祝陈战士早日康复，重上前线。